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好，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啊《太上感应篇》。那么我们上堂课呢，学到杀人取财，清人取位。从这句京剧开始啊，我们一直到后面大概连续十几句啊。像朱祥禄福，贬正排闲，灵孤逼寡，弃法受辱，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清为正，见杀加怒，这些呢都是指在国家任职的公职人员，他在因果上所容易犯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当然，对于我们呢普通老百姓呢，也有参见的价值。那么上堂课呢，我们学习完啊，杀人取财，接下来呢就是清人取位。那么杀人取财有个例子呢，我们没有讲啊，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我们现在很多同学都很好要学习戒法，那五戒呢，第一个呢就是杀生，所谓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有的杀生业呢，就是因为贪财所造成的。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例子。从前有位官差，很早呢就出门，走到一处满是荆棘的野外。这时呢，有个身带钱财的人，看到有官差来，怕他心怀不轨，就藏身在草棘中。官差呢，因为天没亮，也搞不清楚只听到有行动声，靠近时又看不见了，他怕有虎豹藏匿其中。于是呢，就用枪在草丛中到处乱戳，结果呢，刺到一拖出来，一看是一个人已经死了，才知道是误杀。既然无可奈何，就取下他囊中所有的金钱，将尸体弃置荆棘中。没人知道这件事，官差从此变得很富有，他的妻子也生下一个女儿。有一天呢，官差在家门口，忽然看到被他刺死的人来到，就赶紧将门关上，偷偷地看着那个人。结果呢，他看见那个人呢，竟然走到对门皮匠的家里。不久，皮匠生了一个儿子。官差因为自己呢，他知道这个事的因由，所以他对皮匠非常好，很爱护他的儿子，并答应呢，将来要把女儿嫁给他儿子。皮匠很高兴，就叫儿子侍奉官差，要像自己父亲一样。有一天，这个官差酒醉后睡觉，正值炎热的夏天，汗水如泉涌般皮匠儿子在旁伺候，轻轻呢用小刀刮他身上的汗水。官差在酒醉中不能辨明是何物，就大力用手击刀，使得刀子插进肚里，但并未及时断气，就马上呼叫家人过来，将事情原委说清楚。后来，女儿就嫁给皮匠儿子当然，所有钱财呢也都归还给他。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是因如是果。他呢误杀这个人的因那他自己后来被误杀的果呢，也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起心动念呢，所有的地方就要特别重视自己呢在造作什么样的因果。如果一个人因果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么在修行的路上呢，他就很多的坎坷。佛在当年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就很多外道修行，结果就错认了因果。有一些外道呢，他看到这个牛死后升天了，因为这个有的外道也证到了天眼通，那么呢，他看的因果不深不透，所以呢，他就以为这个牛能升天是因为牛能吃草牛能够给人锄田，所以他就不吃饭吃草，然后呢，专门免费给人耕田以为将来呢这样就可以升天这叫持牛戒还有的呢持狗戒，也是看到狗呢死后升天
他不知道呢，无论是牛还是狗啊，都是前世啊，以前世他种下了升天的上品五戒十善的因，而不是这一世呢，他做牛做狗的原因。所以有一次，一个外道啊，持狗戒的外道啊，就跑去问这个世尊，说：“哎呀，世尊，这个你看我持狗戒持的这么多年，我死后到底能不能升天呢？都说您是大觉世尊，给我们开示一下。”世尊就坚持说：“我不说。”外道就很着急，他说：“你得告诉我。”世尊说：“我告诉你，怕你太伤心。”然后这个持狗戒的外道就坚持说：“你一定要告诉我。”后来世尊就说：“你如果狗戒持得不错，也能像狗那样的少做恶事了，少说不好的话呀，将来呢，有可能呢投为狗身，堕到畜生道里；持得稍微不好一点呢，你就堕到地狱道里了。”所以呢，这个是因果啊，它是丝毫不差的啊。我们自己呢，在平时仔细看看这一生啊，造作了什么样的因果啊，那就当然明白我死后的去向了啊。这个做人生是很不容易的，那是很无量劫来呀修的这个圆满的这个人道的因成熟啊，才能做人。下一个故事呢，讲的是庸医呀。也是杀人为钱，那这个呢？故事在，师父上人他找人做的这个《诸经佛说地狱辑要》里也有。目连尊者是世尊的十大弟子之一神通第一了。他曾经到地狱里救母亲，也称为大目犍连。有一天早上出城门的时候呢，看到一个恶鬼，哭着告诉他说。我这个身体呢，就像一块肉球，没有手，没有脚，没有眼，没有耳，口鼻都没有，还常被各种飞禽或虫类吞食。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业呀？目连尊者说：“你在前生行医时，对医术研究不精，对病人妄投药物，使病人无法活下去，所以呢，才有这种报应。”这还是在地狱里的报应，报的差不多了，又转到恶鬼道，到这个果报。所以呢，我们你看他都到恶鬼道，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人是很愚痴的，造作恶业完全不清楚像前几天我跟十几位大富长者在一起聚会吃饭他们呢请我吃饭说。想听听关于女德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想沟通。那么我就直截了当就跟他们讲你们这一世有这么大的福报钱财呀，社会地位呀，长相也很庄严，这么好，都是以前世修的尤其呢可能是在必定是在佛门中修了大布施所以这一世呢资财呀比较充足，所用不缺，但是呢，你这一世造作了恶业呢，不知道我们讲富贵中就很容易迷，而且富贵造业呢也很容易，那下一世呢就要投到恶道中，三世愿。那有的人就提出异议说老师，我觉得我吧为人很善，没造什么恶业。我说我们就从大的方面比如杀盗淫妄来讲。有没有杀人所有这些都是女性，40多岁都很有钱我们都没有。我说那有没有堕胎举手全部都有。我说这个就是杀人，而且是杀自己亲生的孩子。他们有的是杀了堕了4个胎当时我说完，他们就有人就会哭忏悔。偷盗，哎呀都没有，我们不需要偷盗。我说你们公司里有没有人用盗版软件？举手全部都用盗版软件，或者盗窃，邪淫那肯定呢有的是先生有，我说那这是自己的共业，自己没有，但是意念上会不会有？有没有看过这方面不好的东西？
这都会造成这种不好的业力啊，因果啊，妄语、两舌、恶口、绮语都是。像这两天我看这个戒本的书啊，说妄语，我们大的妄语不会说。你看，比如说我们不会说我现在已经正果了，我是大圣人了啊，不会这样讲。但是小妄语呢，是很容易犯啊。小妄语它的结罪方式怎么结呢？是随一一语结一一轻垢罪，就是随你说的每一句话就结一个妄语罪，不是说我滔滔不绝说了一个小时才结一次，而是一句话结一个，随一一人结一一罪。看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对了多少人？如果你对着十个人说，你这一句话要结十个罪；你对一万个人说，就要结一万个罪，啊，所以呢，妄语业是很容易犯的，啊，它的恶果在《十善业道经》中都有讲。常说妄语的人，口会发臭，有口臭，啊，而且呢，啊，他会常被人诽谤，啊，来世投生到家里呢，这户人家呢也多是啊恶口相骂，啊，家亲眷属不和，啊，脾气很暴躁。会有这样的果报。那这个庸医杀人也是这样，很多人呢他都是没有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啊，尤其是医生，啊，如果呢他现在本来呢，啊，没有必要开那么贵的药，可是为了挣钱他特意呢开贵药，啊，然后把小病当大病治，把轻病当重病治，使病人呢承受痛苦，为了这几分小利啊，自己将永劫啊受这个地狱之苦，这都是没有看透啊钱财和生死啊，所以是非常不好的。那范文正啊，也就是范仲淹啊，他呢当时不想当宰相，想当名医，是因为当医生是可以救人的，但如果不是以救人为本分，而是以赚钱为本分啊，这出发心就错了啊，那这个职位呢反而会更让自己呢得到更大的罪业。下一个忌呢是轻人取位，就是说设计害人以取得职位啊，设计某种计谋啊，害人以取得职位。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个人的一生，他担任一官一职，他都是有天命的。包括做部署的，平时修善，也可以达到高显的职位。啊，平常人修善，也可以当官受俸禄。如果以阴险手段害人，夺取他人的职位，啊，那么害人的人呢，还会被人陷害。夺取别人职位的人呢，最后也会被人夺走。我们讲，无论是一个人的官禄啊，还是他的财富啊，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啊，都是命里带的啊。当然后天可以改善，但是呢，要修很大的善，大善呢才能改，所以是比较难。如果我们能够看透这一点呢，很多事情就会放下，啊，不会去跟人呢斤斤计较啊去争，啊，所有的事情都有天命，嗯，我们只是呢尽力而为就好了。那么这里也是举了好多例子啊，都是没有尽职尽忠，而是为了自己的功利名望来对他人行不法的手段。下面我来看啊，往下是诛降入福，贬正排贤，诛杀投降的人，屠戮顺服的人啊，这是最恶劣的啊，就是已经啊都已经顺从投降的人，他给他杀掉。那本身呢，用兵呢是凶恶之事啊，这一句话呢主要讲的是带兵打仗的将军了。那么战争呢是危险的，是圣人不得已才用的，所以古人遇到杀敌很多的时候呢，就以悲伤心啊，悲伤的心境来哀怜；战争胜利的时候呢，则以隆重的
丧礼来埋葬。对投降归顺的人更要怜悯抚恤劝谕，使他们得到安心。如果已经降服却又杀害他们，心怀残忍造下杀业，这种祸患呢就非常的大。所以古人有说呀，如果这个家三代都是当将军带兵打仗的，这是道家所最忌讳的，杀气啊太重啊，那么这家的子孙后代呢其实都很薄命了，薄福。那么有的人会说呢，慈悲心重的人不能够掌兵权。其实呢这样的见解是不对的。一个有仁慈爱心的将军他在领兵打仗的时候，他更懂得为将之道，而能够严禁军队随意杀戮，严格治军，那士兵呢也不会受到无辜的伤害，所到之处呢老百姓呢也会平安。如果单纯的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夺取这个功名为出发点去打仗，那这样的将军呢就是领兵打仗的时候呢就很危险。所以国家在用人的时候要极为谨慎，一定呢是要用这个真正有德行的人。所以古人在选官的时候呢，用人的时候呢，他是从小呢举孝廉，孝廉。那么这个孝廉之道呢，的确在今天呢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没有说真正的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现在的真正的用人。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也知道真正的菩萨戒他在受戒的时候唯有一个字是孝字。这个孝字呢是贯穿整个菩萨戒的始终是最为殊胜的一桩事情也是我们所有佛弟子最常能够依止的。那么一切的戒律的根本都是依止孝顺心而发挥出来的。所谓三世诸佛成佛的真因就是孝道。那么在《梵网经菩萨戒》中呢就曾经说过，尔时释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树下，成无上正觉已，初结菩萨波罗提木刹，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一名制止。那么我们修学净土的同修都家里会供奉西方三圣的像中间是阿弥陀佛，两边呢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呢他的头上顶着的就是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呢是他的师长，所以观世音菩萨头顶阿弥陀佛呢他的表法的意思呢就是要敬奉师长，是尊师的意思。而大势至菩萨头上所顶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宝瓶，这个宝瓶里面呢装着是大势至菩萨父母的舍利，这就表示他是要孝顺孝敬父母，表示的是孝亲。所以这两尊菩萨的德行呢就是给我们所有受菩萨戒的戒子行菩萨道的弟子他最深刻的表法的含义就是要孝亲尊师，也是对我们佛弟子来讲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那么依止孝顺心而发出的这个戒呢，什么是真正的孝？一个真正有孝心的人他就是对于他上位的人，上位包括父母，包括君主，包括师长僧宝，都要升起一种侍候之心侍候侍是服侍，候是等候侍候之心，要念念恭敬，要尊重供养，使令他们能够得到安乐，这是孝。那么顺是什么呢？顺就是要舍离自己的一切见解和私心
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私心，要顺从于上位之人他的教导跟教诫，如此呢才能够配称得上是孝顺。因为父母有生育我们的恩德，师僧呢，这个僧是指僧宝，师是老师，世间是老师，出世间呢是僧宝，他有训导之德，而三宝呢有救护之恩，所以父母师僧三宝是我们依止的孝顺之道，那么我们受戒的戒体呢也是依此而产生的。那么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孝顺之心，他这一生呢是永远没有办法成就的。在世间法中孝经都有开示，我们是始于孝亲，始于忠于事君，忠于立身，从孝顺父母到为国家来真正的尽忠奉献，到最后立身行道，那这一生呢才能够成就。所以一个有这样发心的人呢，他无论是在什么职位，无论是做将军还是做宰相，他心心念念呢都会为天下百姓着想，心心念念呢都会为国家的安危着想，他就不会出现这种诸降禄福之事。那么这个心呢是很恶的，这种心行不善呢会果报都是很惨。那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是汉朝的李广。李广呢很有名他是在是西汉时候的名将他对匈奴的战争中呢都被匈奴称为飞将军很厉害，擅长射箭，匈奴很怕他。然而呢他却自认为呢他的时运呢不济，屡次都没有办法被皇帝封侯，曾对善于望气的，就是会看风水的相士王朔说，我自少从军，和匈奴作战无数，无不奋勇在前打的都是胜仗，为什么比我晚从军的后辈都已经封侯而我呢到现在呢都没有什么原因？那王朔说，请将军仔细想想，有哪些事情是让你觉得有遗憾的李广说，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投降的有一组投降的800多个胡人匈奴人，那么我全部都把他们杀了，我对这个事呢感到非常的悔恨王朔说，灾祸莫大于杀害已降之人，这就是你始终不能封侯的原因。所以一个人没有时运不济都是在于自己做了不善事，做了恶事。后来李广有一次出征时迷路因此呢自杀身亡他的后代，他的孙子李陵也因战败呢被掳投降，导致被整个抄家灭族。所以你看这个恶业它的果报是很惨的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一个人还是要存一念的人心。那么下一句呢是贬正排贤，贬是贬义的意思流放到远方叫做贬，贬义非常正直的人，排呢是排挤陷害他人使这个人失去职位叫排，排挤贤良的人。那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贤能之士，他都是国家的栋梁，本来呢就应该受到重用，朝廷呢才会有人才，那么国内外知道呢有人才这样的一个团队呢有德有才那么才会畏惧呢不敢侵犯。如果朝廷中的重臣呢因为嫉妒这样的人而排除他们的话那么实际上等于危害到整个国家，这个恶果呢是非常惨重的。那须知呢世间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是说人才其实很多，但是真正能放开心量
能够举贤纳才的人啊是很少的啊，就不能够把自己放下，坦诚的向上面推荐啊，这个人很好啊，你用他，我不怕我自己遭到排挤啊。那有这样的人，心量的人呢啊，才是真正有大福报的人。那么我们在位掌管一定权势的人，都要像伯乐一样识才。那么有才德雅量的人呢，就可以让他当宰相；识大体的人呢，就可以当谏官。谏就是提建议的人，他能够整个从大的局面上啊，去给你提出比较啊公正的啊有远见的这样的意见。有方策谋略的人呢，可以请他执掌兵权，用兵之人要有谋略啊。有安抚能力的人呢，可以让他独当一面；有气概魄力的人呢，可以请他当监察；操守廉洁的人呢，可以请他管理钱粮。啊，所以每个人呢都有他的可用之处，那这个国家呢才一定会兴旺。啊，那我们从这里呢也能看出，啊，为什么把《太上感应篇》叫做元载必读之书。宰相啊，必读之书啊，它不亚于啊《群书之要》啊，《群书之要》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大卷，展开呢也很细。但是呢，如果把《感应篇》啊真正的读懂、读明白，明白其中深刻的义理啊，这个人呢也是可以呢能够当好一个官的啊。那么不仅是在国家呢啊，我相信呢，在我们义工团队中也是一样。啊，我们真正佛法中的人才很少，啊，佛门中啊，缺的不是信众啊，缺的是有德有才华的人，啊，缺的是一大批有素质的、有使命感的年轻人，啊，我们看到很多老菩萨啊，念佛很精进，但是真正我们想振兴佛法需要做事的时候，啊，的确老菩萨是不行的，啊，我们需要懂电脑，需要会摄影，需要会文字。需要能翻译，需要懂行政管理，需要懂财务管理，一大批这样的人才。但是如果他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使命感，那他当然也不能来做。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人，没有人去举荐，为了自己保住可能在义工团队中的一定的位置，不愿意去推荐这样的人，这个呢这种呢贬正排贤就更吓人了，他毁坏的不是世间法啊，等于毁坏了一个佛法的法运啊。可能因为你举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会对整个佛法的兴衰就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啊。所以我们也是要拓开心量了，看到有能力、有才华、有德行的人啊，要很欢喜的把他举荐出来啊，得到重用。那明朝的严茂游先生呢，就曾经说过这样非常精彩的话。这段话我记得我在去年讲感应篇的时候就很喜欢。严茂游是很杰出的一位人士，他写的嫡级篇呢，是非常好的，都是讲做官应该怎么做，很有见地。他说，凡是会排挤、贬义贤良的人啊，何能包容贤才、贤人名声啊，原本对他非常仰慕啊，何能包容贤才的人本来差别并不远。就说贬低一个贤良的人和包容这个贤才的人啊，这其实是一个人，他呢这个人本身呢他这个心地差别并不远。比如说我很仰慕哪个老师啊，那只是因为呢他心里存在着我见所累所牵累，我见呢就自我的知见。比如有一些人，很多人看这个光盘啊，就比如说看我的光盘啊，很仰慕啊这个学女德老师，但是可能真正接近我的时候呢会用他自己的知见来看我啊，就觉得跟光盘中的完全不一样啊，会有很大的差异。我最近我也会遇到一个例子，就一个男孩子，他很喜欢看我的这个女德光盘，我都觉得很奇怪，20多岁，
啊，那他认为呢，我是他心目中的妈妈，所以呢，就到处在找我，甚至到大连呢，到各地去找我。最后找到我之后呢，其实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啊，我跟他说呢，我说既然学佛了，我希望你能够放下人世间的这种知见，啊，真正呢能够竖起这个大的志向，啊，为众生考虑，啊，我说不要用这种情执来看待世间的这些事情，啊，这对自己呢是不好的啊。他就很伤心，觉得好像我很无情无义，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一个真正成熟理智的人，啊，他的确呢是需要用一种超然的眼光去看世间，尤其是学佛以后，啊，要把自己的知见啊，人与人之间这种情感的知见放下，但不是没有情义啊。真正的情义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想的不是心心念念想某一个人，而是想天下众生的疾苦啊，这就对了。所以，例如有人听到某一个贤人的名声，原本呢对他是非常仰慕的，可是等到真正啊亲近接触后，就觉得他有一两件小的事情让你根本无法忍受，那么啊积累久了之后呢，甚至会变成一种仇恨，由爱生恨。所以要包容关系比较远的这个贤能的人呢比较容易啊，比如说啊我在深圳，你在哈尔滨啊，很远从来不见面啊，这容易。那要包容关系比较近的贤人呢就比较困难啊，比如在身边的天天常走动的啊，你想包容他就不容易。要包容比你低贱的人呢比较容易啊，就他地位比你低啊，你包容他很容易。可是要包容比你更富贵的人呢就很困难啊。比如说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大富长者啊，像那天我见到的十几位啊，那都是非常有财富啊，也很有权势的这样的女性啊。那么你心里怎么样能够不卑不亢啊，平心静气的去跟他们去交往啊？那么需要你有一种豁达的气势啊，真正的那种悲心，真正的那种爱心啊，你交往起来呢啊，他会觉得非常高兴。所以那天我们吃完饭，他们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会馆，很豪华的一个包间厅，请我吃饭。吃完饭之后呢，让我给他们讲了，一开始说讲40分钟，后来结果吃完饭到我离开讲了4个小时。然后他们因为提了很多问题，而且他们就很高兴听，很多是不学佛的。那最后走的时候呢，要求说老师，我们干脆找一个好的地方啊，我们一起共修。啊，你带着我们诵经啊，你带着我们念佛，啊，今天还给我发微信啊，说老师你哪天带我们共修？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们先看一下认识佛教啊，先了解一下啊。所以呢，我们包容地位比我们低的人是很容易啊，但是地位比我们高啊，很富贵的人是比较难。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包容时间短比较容易。比如说我只是临时到这来参学，3天就走了，这个很容易啊，看着都比较顺眼。可是呢要在时间长了呢，我要跟你住3个月，住3年啊，这就不容易。所以我身边呢有一个秘书啊，香港人，跟了我好几年啊，从12年大学一毕业跟着我啊。那就曾经呢，今年有一位同修啊，就给他发过这样的短信啊，给他发短信的人呢是对我比较有意见的，然后就大为赞叹我这个秘书，说你是我见过修行最好的一个人。那我就跟我的秘书说，我说他言下之意就是说你竟然能容忍沉静于好几年。事实呢也是如此啊，因为人和人相聚啊，尤其呢原本就不是一家人，是不大容易的啊，朝夕相处在一起啊，很多生活习惯不一样，要互相都退一步啊，很多呢生活的一些细节也都不大一样啊，你要看得惯。因为彼此的气势一接触呢就容易发生抵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排挤。而一些真正贤能的人呢也并不一定完全能做到平心静气无私无我
大圣大贤的地位啊，只是比这个普通的凡夫要高超一些啊，心地呢可能要清净一点啊，德行呢可能要高一点。所以当彼此来往久后呢，就会发现对方的缺点啊，那从以前对他的仰慕呢，这个时候就很后悔，认为错认了对方啊，也错敬了对方啊，怎么会恭敬这种人呢？像这个有人就跟我接触一段时间啊，就会说这个陈静瑜是个大凡夫啊，那我觉得我很高兴呢，他能说这样的话啊，因为的确自己是凡夫啊，包括像我现在我们学习讲课主要是自立啊，每天鞭策自己不停地去学习啊，扎根言教，深入戒法啊，对自己的一生呢都是一个鞭策，并不在于呢啊有没有出光盘，也不在于有多少人听啊，也不在于呢啊有没有人去出文字稿啊，都没有关系啊，只是讲完自己会很受益。所以呢，当他有这种见解之后呢，他就会出现嫉妒之心啊。那因为他嫉妒心升起来之后呢，心里就会很平坦，很舒服啊，就觉得哎呀，就找到平衡了啊。原来他也不怎么样，也不比我好多少。这种心呢是恶心，这个心呢是地狱的心，因为实在不能够容忍，所以心里这个念头呢始终无法排解啊。最后呢，由君子之交成反而成反目成仇啊。所以平时要做好克己忍辱的功夫啊，心中不要存什么名相，真实的为国为民，对一切毁谤、赞叹、喜爱、憎恨都不放在心上。啊，真正为子孙百姓造福。所以看一个人，看他的大局，看他的全面啊，不要看他的小节和小的方面，这样的话呢容易错看的人。静瑜呢也是一样，因为在生活中我们要依止善知识啊，即便是一个已经真正有大成就的善知识，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的去啊，真正学习的话，啊，你也会用自己的知见，啊，错认为这个善知识，啊，认为它好像有一些毛病，啊，实际并不是，这都是自己的知见，啊，静瑜也都曾经经历过，啊，会有怀疑呀，啊，最后受伤害的都是自己，啊，只有毫无保留的，真正的确认自己对善知识的依止，是身口意的依止。你才能受益啊，所以我就劝我身边的同学多看看米勒日巴传记，你看看他那个马耳他上师怎么打他，怎么骂他，他心中不会升起一点点对老师的怨恨，他不会觉得这个老师怎么会是大成就的人呢，大成就的人怎么随随便便就骂我呀，那没事闲着就让我盖房子，盖了又拆，他说了又不算啊，一会儿说他喝多了不记得了啊，一会儿说他说他弄错了，绝对没有这样的念头啊，真的是特别的老实听话啊，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我没有一点的这个对老师的这种不理解啊，或者对老师的这种怨恨啊，或者认为老师哪一块是错误的啊，这是真正有意志。人的一生啊，哪怕只有一位这样的善知识啊，都能够成就。如果一位没有的话，那就是很惨的一个事情。所以一个人真正修行的时候呢，要从心地法门开始修啊，修行修的是心啊，所有的因果都是从心地上开始结的，不是从这个事项上结的啊，因缘果呀绝对是从你的出发心开始。那你看这个佛当年也有这样的一个公案啊，我们都知道几孤独园，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经舍，佛在这里讲了很多经啊，包括阿弥陀经呢都是在这里讲的。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呢，几孤独长者为佛盖这个奇园经舍，就是奇树几孤独园的时候，那佛就派这个舍利佛当监工。那舍利佛呢有一天呢就来告诉几孤独长者说，长者呀，你地上的精舍还没盖好，天上的宫殿都已经给你盖好了。
这个长者说，怎么会呢？我先在地上还没开始动工呢呀。你看吧，舍利弗就用神通力显现上天上的宫殿给长者看。从六欲天当中最初的四天王天，乃至最后的他化自在天，这六欲天宫殿，这六欲天的天宫全部都现出来。问他喜欢哪一个啊？喜欢哪个选哪个。然后长者就问舍利弗尊者说：“那六个宫殿，我选哪个好呢？”啊，舍利弗尊者就说：“六欲天中啊，以兜率天最为殊胜啊，因为那里有弥勒菩萨在那里说法。”你可以选兜率天，啊，由这个公案呢，就证明因果是同时的。你一念发心开始，果报已经成就了。所以你一念地狱的心，地狱里的那个货汤热沸呀，已经给你都弄好了啊。你一念淫心起，那个铜铸地狱，那个炮烙地狱，已经在那给你建好了啊。那个小果已经等着你，这个锅就是给你准备的，这个铁柱就是给你准备你一念贪的心啊，轨道里的那个也给你准备好了啊，一念愚痴的心啊，畜生道也准备好了，一念向善的心，你的善果就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在栽培我们的因心的时候，就要非常注意我们的意乐。啊，所谓意乐呢，就是我们的发心动机，啊，就是我们真正心底里是不是特别欢喜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做法宝，哎呀，特欢喜做。我一想有多少人能看到这个机器，能看到这个光盘，他们能够得到解脱，啊，能够离开痛苦，离开烦恼，我就高兴。吃多少苦，我都不以为然。我一想到我现在精进修行，我将来就能成就啊，我就为我的精进修行，我自己高兴啊，没有烦恼。当然了，我们现在不修行啊，懈怠啊，喜欢睡呀，喜欢吃啊，你也就种了愚痴的因啊。好睡的，他将来的果报，佛在当年都开示，佛讲经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很喜欢睡觉啊，佛就说。你还有7天，你的生命啊就终止了。7天生命终止之后，你自己看你堕到哪里？佛就展现神通力给他看，堕到大米里当那个米虫，米虫它就多少劫它都不懂得处理，它永远是昏睡的在那里，迷迷糊糊啊，不知道处理呀。所以人呢，不能够任着自己的性子做事，你任着自己的性子做事太愚痴了。一定要很清醒，知道我现在做什么，我做这个事情得到的果报是什么。我们欢喜持戒，持戒最次可以升天，肯定呢，真正戒得圆满，这就是成佛的路。所以那个欢喜心呢很重要。那再加上我们身和口的造作，我们整个这个善行呢就是圆满的。如果我们只有身和口去做，但是我们意念上呢没有欢喜，这个叫杂染果。杂是夹杂，染是染污，果是果报。你夹杂着染污的果报，你受的时候啊就不高兴。比如说你布施的时候，你就欢欢喜喜布施，哎呀，没有，想着那个算随便给一给吧，或者是给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高兴。结果呢，你将来在受这个果报，比如说你做大夫长者。要赚钱的时候呢，那个钱赚的就很痛苦，赚来之后呢就不欢喜，这个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身口意三业都是圆满的，是纯善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将来呢得到的福报也是很圆满的，我们念念行善，最后呢。都以圆满的善心，圆满的意乐回向极乐，那么往生的时候那个资粮呢就很充足。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善啊，做义工啊，拉法宝啊，做清洁呀，这个供养这个大众饮食啊，到往生的时候不自在呢？就是在意念上没有用欢喜心去布施，没有任劳任怨，没有真正的在这里能够得到圆满的布施波罗蜜。
因为圆满的布施波罗蜜一定要持戒，一定要忍辱才能成就。啊，你边做呀边说一些恶口的话，意念不善，边做呢边不能忍，跟着对方啊又吵又闹，心里头起嗔恨心，这个布施的果就很差。所以到往生的时候就没有资粮可言，那这是不合适的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啊，春秋时代啊，齐国的晏子向齐景公说，国家有三件不吉祥的事，而神怪之事并不在内。这三件不吉祥的事是哪三件呢？就是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贤能的人而不知道，我不知道这国家里有贤能的人，这是第一件不吉祥的事。第二件呢，我知道有，但是我不去用它，这是第三件，第二件不吉祥的事。第三件呢，是虽然我用它，但是不重用它，不给它以重要的职位，这是第三件不吉祥的事。那么这三件不吉祥的事情如果出现，这国家呢就是命运堪危。所以知人善用，能够用贤能之事，这是国家的福报。那么我们不仅如此，在一个团体中，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也是要能够举贤，任能。那么颜茂游先生在《狄吉录》中也说到，小人呢所以要嫉妒有贤能的人，都是因为怕别人呢攻击他、陷害他、讨伐他，所以就先发制人，却不知道他所用的所谓的这些智谋啊，敌不过上天的造化，命中注定要失败，就算是用尽办法也无法改变事实。那我们只是起初单纯的一个恶念，到后来呢就会演变成非常大的恶果。所以要从一开始就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所谓智谋不敌造化。如果这个人天生他就是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影响，没有办法去改变。就像孔老夫子，即便在当时没有重用，可是呢他的影响力和他的教化在几千年后的今天还有这么大的威势，所以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们下面呢来讲一下临孤逼寡。那么临孤逼寡，弃法受辱，这也是非常恶的事情。临是欺凌，欺凌孤儿，逼迫寡妇。那么我们知道在感应篇的前面呢，我们都学习了有叫金孤续寡，其实已经都讲到这个问题了。这是从正面讲的，要体恤孤儿寡母。那么这句话呢是从反面上继续来强调，太上老君呢反复叮咛我们，用意呢很真切。因为孤儿和寡妇是人生的不幸，且为天地呢所重视，不可以称其无所依靠时予以欺骗和迫害，或侵夺他们的财产，或以诡计差使劳役，仗势欺人，恐吓勒索，迫使孤寡流离失所，冤屈无处可控诉。暂且不论鬼神暗中的视察，将来受到的报应呢也绝无宽恕。但也要想到孤儿也是人子，寡妇也是人妻，如果换成自己的妻儿呢会是怎么样想呢？尤其是手里有权势的人，如果做这样的事情是最损阴德的，非常不好。那么这里讲到一个例子，说从前方城的巩固与周姓富翁为邻，周家的男女呢忽然都死了，
只剩下一位老妇和幼孙。巩固就办了酒席呢，请他们吃饭，骗他们说，你们婆孙两个人呢非常的可怜，靠这点产业生活呢也不是办法啊，不如呢把家产呢全部卖给我，我来负责呢养你们。老妇人听了很高兴，就和他立下契约，价格呢还不到实价的一半，很便宜。巩固呢才拿到契约，就立刻呢逼他们搬家。结果有一天梦到呢有人在梦中啊责骂他说，你谋夺我的家产，赶走我的妻孙，我已上告天庭，明年你们全家呀都要被死去啊，都要死去。第二年啊，盗贼来了，巩固全家都被盗贼杀死，而老妇人和孙子因为离开家业，所以免于灾难。后来他们回家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又归还给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没有什么祸及全家的惨案啊，都是命中注定的啊。你一定是有如是因，才是有如是果啊。因果从来是真实不虚的。你看到了恶果，就要想到啊，它一定是前世今生种下了恶因啊。所以我们要警醒啊，从这里来提醒自己，决定不作恶。同时呢，咱自己不知道啊，前世有没有作恶，所以要立即呢，开始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所谓断一切恶，无恶不作啊；修一切善，无善不修。举手投足之间啊，都念念存善心啊。像我身边的有小朋友啊，暑期来啊，早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这一筷子下去，早上伸一下筷子就会捡了很多福报啊。那他们不是很理解啊，因为都习惯了啊，很迷惑愁我。我说这个桌上早晨啊，我们有主食，有面包啊，有玉米，还有这个馒头。面包呢是新买的啊，馒头呢是刚蒸的，苞米是吃了好几天，已经热到没有味道，而且很硬。啊，两个小女孩，一个呢就会第一个筷子是去拿那个苞米，在那很费劲的啃着苞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拿那个昨天刚刚买的最新的最好吃的香港带过来的面包，啊，所以我就批评她说，啊，我说要学习另外一个女孩子，因为她这一筷子夹下去是增福报，你这一筷子夹下去是减福报，啊，要知道每天怎么给自己修福，怎么给自己修德。人有福有德的时候，天地之间呢，你会觉得啊，那股浩然正气，自己行走在一切时一切处啊，真的是天地鬼神护佑啊。否则的话呢，一个没福报的人啊，一个德很薄的人啊，他就很麻烦。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啊，都要存善心啊，不要再啊，很多人他不是特意的啊，尤其是小孩子，他就习惯性的，因为从小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不好的都是父母打扫啊，自己轮不到自己来去吃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说下去之后要先吃剩菜，先吃剩的东西啊，这对自己来讲是长福报的。做一切事情都要认真，尤其是长辈交代你的，哪怕是很微细的一句话，你都很认真很老实的谨记在心，全是你的福报。如果长辈说的话你不以为然啊，说的时候啊好啊，然后就忘了啊，不立即去办啊，养成习惯之后，你的福报会大幅度的下降。所以我们平常人呢，他没有什么大的善事可修啊，不会说让你天天干什么惊天伟地的大事啊，行大善。但是从一早上一睁眼，你心里念念的存心啊，我们讲为父母，为了自己的祖先啊，我要自己好好的修德，我要有使命感啊，我要做个好样子，这个心就很善。然后从一切小的细节上去做啊，我们讲啊，善不以小善而不为啊，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无所谓不做，啊小恶也无所谓哈，不在乎，这都是很麻烦的。我们知道滴水可以穿石啊。我们今年14岁，明年再过几年啊，10年之后24岁，你24岁时候养成大的恶习，都是4岁、14岁的时候不以为然造成的。等到你54岁、64岁命中的时候，它就是真正的根深蒂恶的蒂固的那种大恶，引导你牵着你去恶道里报道了。所以我们在修身上要严谨，不能够放逸啊，无所谓，这是对自己不自爱、不负责任。年轻人也不年轻了，你像古代14岁就有做皇帝的、做皇后的，我们看那个像古代那个皇后都是10几岁选进宫中啊，那是作为一个皇后她掌管后宫的，那举手投足都要是母仪天下的。我们今天都18、19岁了，觉得还是小孩啊，怎么怎么样，我想吃饼干呢、啊、我想吃零食啊，我早上想睡到10点钟啊，这是什么心智啊，太不成熟了。心智不成熟不是好事啊，这表示的这个人责任心不够啊，而且呢完全的在智慧上没有打开啊，没有担当啊，对自己的一生都是很有影响。你看古代那个小皇帝7、8岁走出来就能够让文武百官能够震惊，很有威仪啊，你今天都20多岁了，感觉还跟小孩一样，应该觉得很羞愧很惭愧，而不是觉得哎呀很骄傲，我还很小啊，很单纯，那个不叫单纯，叫愚痴，以痴为乐，这是痴中之痴，这是很可怜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啊一个经言啊经句，是弃法受辱，弃呢是抛弃，法是法令。抛弃法令接受贿赂，那么从弃法受禄到见杀加怒啊，这一共是4句呢啊，都是说的官府审问刑事案件啊应该怎么样做啊，不能够呢用私心、用贪心啊、用自己的这种啊任意的心去做啊。那么太上老君在说取直轻重时，首先就谈了弃法受禄，因为取直轻重本来有他所依循的法则，只是因为一想到自己的钱财，所以呢就会任意接受贿赂人的请求啊，做出一些颠倒是非的判案，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随意就判定犯人生死，使人民无所适从而不知所措，这样做是最容易导致天怒人怨而给自身呢遭来起祸的。所以明朝的这个阎茂游呢也说过呀，一个考取，在古代了，他讲古代考取功名当官的人啊，本来呢是很有节义的啊，有节有义啊，但是进入官场呢，不知不觉呢，他就会受到不好的习俗的污染，啊，得到百金呢，想千金，得到千金呢，想万金，贪念呢，由此呢越来越深，而不能自拔。所以人要不要轻忽一个小的贪心，啊，我们原先在12年，我对那个我们。原来护士宣讲会的义工就有过严格的规定，就他们收到的所有的人家给的礼物不允许自己留，我当时要求是很严，哪怕小的一个小小的佛珠手链啊都要上交啊，其实交给我呢我也没有地方存，也都最后向外面给布施结缘出去了啊，比如运法宝的时候我就给结缘啊，当时自己就是那念心就是不希望他们有贪念啊，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官场啊，但是我自己呢这些年跟义工团队接触的特别多啊，我觉得很多人做义工的时候心念是不纯正的，不是说真正发出菩提心
发出菩萨救世的心去做。啊，我们曾经就问过，啊，为什么做义工呢？比如说我爸我妈要是往生的时候多几个人来助念，在义工团队里比较好找人，啊，比如说啊，这个当义工呢能够第一时间拿到最好的法宝，啊，这个我想看法宝。还有的说呢，当义工呢能最容易见到那些大善知识，想见就见谁，啊，见老法师也很容易啊，啊，我到老法师身边做义工能天天见，啊，别人你想见不那么容易，啊。还有的说，当义工能够自己呢，这个身体就好了啊，或者种种原因吧，啊，起心动念没有离开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绝对不会想到天下的苍生和百姓，啊，想到天下的众生，不会想这些，啊，所以你这个心量，你做义工，你不会做的法喜充满，你也不会做的满面红光，啊，会越做呢脸越黑。越做呢贪念越强，啊，那法宝少了还不行，要多往自己包里多放，贪念很重，啊，而且人家都赞叹义工啊，你的福报都在那点赞叹中又消没了，啊，然后人家都给你送这个送那个呀。我们知道大德身边的义工是福报很大的，啊，出去都跟着大德一起住这个好的宾馆酒店，吃最好的这个餐呢。我去外面有一次带我身边的义工，啊，义工呢就很想去吃这个，到寺院里去吃大锅饭，啊，那招待我们呢都是在这个包间餐厅，非常非常精美，啊，然后我们就跟大和尚说我们想吃，我的义工就说我们想吃那个大锅饭，大和尚就开玩笑说啊，你们福报修得不够，不能吃大锅饭，福报小就吃小锅饭。实际呢是我们觉得是福报都已经吃没了，啊，住的也是很豪华，所以当义工呢他的确有种种这些优势，如果自己还不能够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种小心和谨慎，那种更高的严于律己的精神，你怎么可能在这里修到功德和福报，啊，功德就不用谈了，福报又能修到多少呢？所以自己首先要发心，我劝我身边的这个同学，发不出心的每天读劝发菩提心文，啊，好好想想我是为什么来做这个事情，把心念真正发出来之后，决定不会拘泥于眼前的某一件事某一个人，啊，你心里心心念念挂的都是普天下的众生，心心念念挂的都是我要往生极乐世界成佛这个大事情，我成了佛才能度更多的人，我现在能力小不可以，啊，我只能仰望佛力加持，啊，我拼命的好好的修，尽己全力去帮助身边的人，啊，不能够生一点点的贪念，因为人的贪念呢就跟小草一样，它是不自觉的滋长起来的，你如果在小的时候不拔，等长到漫天遍野都是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从哪开始拔起了，啊，所以呢我以前啊，我在12年那次呢，我是要求蛮严的，啊，很多义工呢也不理解啊。当时呢，反正对我也有很多看法啊。我当时呢也是，啊，也是做的不好，有点过激了。原先是不管，管起来又太严，没有一个过渡，啊。所以像今年开始重新带着身边的同学学习的时候，就一点点给他定规矩啊，从规定他们的早晚课，每天持八关斋戒。啊，从接人待物，从举手投足，从说每一句话，用每一个字开始，啊，就这样的去严格要求，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时间久了，他也就能接受，啊，我身边的年轻女孩子，反正不能接受的就都走了，啊，能接受的呢就都留下，啊，我呢是抱着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来的人呢。有的真的就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找到我，我也没有拒绝，反正佛菩萨送来的，但是走的人呢我也从来不留，因为什么呢，你不严的话他将来会出大问题，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晚了，所以有的时候一点点小的差错就会养成未来很大的恶习，
旁观者清啊，尤其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我都43了，身边的小孩都十几岁啊，20多岁，啊，你会看得很清楚。你不告诉他呢，其实对他来讲是非常不好的，啊，他有傲气，你要把傲气给他折去；他有怠慢的习气，把怠慢的习气给他折去，要勤奋；啊，他有放逸的心，把放逸的心给他拿掉；他有不恭敬的心呢，把不恭敬的心拿掉。啊，让他的善根天天增长，啊，让他的那个恶念呢，天天要往下给他压住啊，不能够反过来。所以呢，我们一个恶念呢，会养出百个恶念，百个恶念呢，又会生出啊千百个恶行，啊，久而久之呢，自己呢就会搞到啊，已经是满身的恶业啊，不知从何改起了。那个时候会很难过，所以人造业的时候很容易，改的时候很难。我们都讲忏除业障，从哪里忏呢？可能有的时候你业障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最有福报的人呢，就是能够亲近善知识，天天知道改过，天天知道精进用功，天天知道能够去长养自己善根的人，这是最有福报的。否则一个人呢，他就是在生活中是很麻烦。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看一下在《感应篇汇编》中的一些故事啊，来引以为戒了。明朝耿九畴在当两淮监运司的时候呢，操守廉洁，远近闻名。有一次，坐在河边，有个童子跟他说：“河水的清澈都比不上您的廉洁。英宗天顺初年，皇上要推荐廉洁的官员来教化天下的百姓，就下诏任命他为掌管全国官吏封记的都御史，后来又当刑部尚书。他的儿子耿玉遵守父亲的教诲，一生以清修为首。”官做到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所以呢，这就是为官呢有德啊。那这个官呢当的就太值了。一个人权势越大的时候，如果真正能够用德来配这个位，他修的福就很大；否则呢，就很难修福啊，反而会造业。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下面一个例子。侯鉴担任江鉴令时，和一位僧人很熟，有空呢就去拜访。每次拜访的时候呢，僧人都已准备好招待的事宜。偶有一天去拜访，僧人却没有准备好招待。侯鉴问他原因，僧人说。侯公每次来访前，土地神呢一定会事先通报我，这次却没有来报，所以呢我就没准备。侯鉴听了很害怕，就请僧人问土地神不先通报的原因。当天晚上，僧人梦到土地神说：“侯鉴本应当宰相，但因最近收受胡氏60两银子，枉判了一件案子。”上天已将他的相位削除，只能做到监司而已，和我没有统辖关系了，所以我不用通报了。这就是弃法受禄啊，自己私受了，就为了这60两银子，把命中本有的宰相的位置都丢了啊。所以啊，土地神呢就不需要通报啊，因为原先他有宰相的这个位置呢，所以土地神要每次通报。所以你说，以60两的这个金子换掉了宰相的职位，到底是聪明还是笨呢？而且呢，神明不会将每件事啊都告诉我们，因此接受贿赂、减损福报而自己却不知道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不仅是在这个地方呢，包括我们还是来说我们这个义工团队也是一样。啊，我在今年遇到一个广州的一个老总，他来深圳看我啊，
他就很高兴说，哎，老师，12年6月法会的时候，我呢托这个义工啊，接待组的义工送你一个红玛瑙的佛珠啊，我是亲手编的，很贵重，很好，你有没有收到啊？我说别说没收到，连听都没听过，啊，他说我还写了封信呢，很重要啊，我交给接待组的义工，他说一定会交给你的。我说我真没收到，这是真的。我说整个六月法会我一样东西都没收到，啊，所以他就挺生气的啊，跟我说怎么会这样，啊，所以反观我们自己这个义工团队，啊，的确是需要非常非常认真严谨的对待所有经手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因为贪念我去留下他，只是我疏忽了，我事儿都忘了，这都不可以。我们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每一件事情你记不住的，全部拿本记下来，一样一样的，你答应了人家就要做到，啊，否则不管是你贪了还是你弄丢了，你都要背这个因果责任的，那不是说很小会很大，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不可以用轻忽心去做事，不可以用怠慢心去做事，而要认认真真。做了就认真做，要么就不做，否则呢你都会很削我们的这个福报，自己呢不知道。这里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一个人啊，是审判的法官，叫魏昭，承受贿赂的金呢，黄金400两，故意为人开脱罪行，使得死者含冤莫白，上天因此削去他的官禄和寿命。这个人过了不到1年就死了。现在人往往认为替人脱罪比不上路人于罪的罪恶，并以此为忌口。那对法律不可放纵，人也不可冤枉的道理又该怎么说呢？所以我前两天碰到一个人，我就没好意思说，他是一个律师，学了佛法和圣贤文化教育也好多年，可是他就很痛苦，因为他女儿呢很不听话。他说：“老师，为什么？哎，我律师正常应该是辩才无碍的，但为什么到我女儿呢，我就说不出来呢？我明明知道这个道理，我说不出来，我偶尔能说出来呢，他一句话给我就反过来，我又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教育这个14岁的女儿。”我当时呢，就因为有很多人在，我就没敢说，啊，因为我们学佛的知道要有行这个八正道啊，啊，所谓正语呀、正念呢、正思维呀，啊，包括正业。因为你做律师的时候，我们不敢保证你做的所有的案子都是完全的依据法律条文做的。如果你这里有其余，有这个利用法律的漏洞来做一些事情的，啊，无论是你用笔头写下来的，还是你嘴里讲出来的，你这个口业呢，不善的口业就造成了，所以它的果报呢，就导致呢，你在想说圣贤道理的时候，他说不出来，没有办法很好的给儿女做一良好的教化。所以在从事世间的行业的时候，要特别重视。啊，你看我们在学界的戒律中是严格规定，尤其是在家菩萨戒是不允许从事卖酒的行业的，啊，就是在酒戒里有喝酒和卖酒。喝酒呢还有这个开源，比如说你药酒，那身体不好的时候是可以喝，啊，但是在卖酒这一块是绝对没有开源的，啊，大藏经里所有经律论里就没有开源这一说，就不允许你去卖。为什么呢？佛就说酒为放逸根，你只要碰到它，人就有可能去做不善业，啊，所以就压根不允许啊在家的居士，尤其是在家受菩萨戒的居士啊去做这个行业。啊，佛也说呀，你别说是卖酒，你拿着酒杯给人递一杯酒，这是因呢，果报是500世你生出来投胎做人的时候没有手，生下来就没有手，
500世没有手，啊，你想想多惨呢！所以你现在要是看到一些畸形儿啊，或者什么，那都是有造过这些不善业的，都很惨。那么这里呢，还讲了一个好的官员。明朝时，秀水有位贺灿然，在当审理刑案幕僚时，个性清廉耿直，从来不贪财，办事平和宽肃，对情理法的处置都非常的稳当，合情合理还合法。如果罪行可原谅的，就能宽恕别人。有一年，正当山东和河南省发生灾荒的时候，贺灿然作书啊上书，劝请姚思仁向上级请求赈灾，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都存活下来。后来他40岁就考上进士，啊官呢一直当到吏部尚书，这是为人啊良善的这果报。那么这个是从前啊，有位叫陈公才的，曾梦到神明对他说：“你是罪魁星降世，考试可一直考中，官呢可以当到巡抚。”他睡醒之后呢，就把这个事呢告诉了别人。啊，有人说啊，醉就是喝醉酒的醉，这个字像是辛和丑的合字。到辛丑年果然考中了。但到京师会试的时候，却又落榜了。他就怀疑梦中说的不准啊，又梦见神明说，天数虽然是固定的，但是会因为人的作为而改变啊。你自己做的不善，会把你的本来的运呢就给改了。这就好像皇帝宠信一位大臣，给他优厚的爵禄。如果大臣不效忠，皇帝会不除去他的爵禄吗？有些人一是宠信就专横放肆，那么他将受到国法的制裁。而天数和国法是同一个道理。你在乡试考上举人后所做的5件事啊，一个是接受他人的贿赂，损德太多，怎么可以怨恨上天夺去你的福报呢？从现在开始啊，你得赶紧加快，好好修德了。兴许呢还能保住你一条小命，啊，否则呢连你的命都要夺去了。陈宫哭着拜谢后醒过来，从此认真改过迁善，啊，但是最后呢也只是当到训导的这个官位，啊，训导是一个州的县学的副教官，是很小了，啊，所以人是不可以啊凭着爱惜财呀，就把自己的福报给削掉了。所以，真正应该是惜德不惜财，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修身养性，爱身如玉啊，尽己全力修善积德啊，那么自己的一生呢，就会不断的境界得到提升啊，无论是福还是禄啊，都会啊有所增进啊，能够端正己身，做一个真正世间人的好样子啊。那么这个例子呢，是也是收受贿赂的。王藻担任刑部官吏时啊，每天呢都拿钱回家。妻子怀疑他收人贿赂，就派一位婢女呢馈赠10块猪蹄给他。等他回来时，骗他说是送了13块肉。王藻很生气，以为婢女偷了3块肉。经过严刑拷问啊，婢女被逼服罪，妻子就说："你每天拿钱回家，我怀疑你是屈打成招，害人入狱，所以暂且呢以婢女这件事来试探你，在你严刑处罚下，有哪件事会不承认的呢？希望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拿一分钱回家，须知这些全部都是不义之财，死后一定会遭到民府的罪罚的。"王藻骇炮之下呢，恍然大悟，汗流浃背，顺手就提了一首诗，写道："家考追来只为金。"家是枷锁呀，考是拷问，给你上枷锁拷问你，只是为了这点钱财。"
转增怨业几何深，转而增加了这个抱怨的业力，越来越深呢。从今不愿故刀笔，从今以后啊，不愿去理啊，这个因为他是个判官啊，不要理这个笔啊。放下归来游竹林啊，把一切都放下，回归啊自己心灵的宁静，闲游山林。于是散去所有的家财，入山学道。后来呢，仙正啊就成仙了啊，做这宝和真人。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中，我们是看到啊，他的太太的确是古人的贤妻良母啊，是我们今天人不能够比的。今天多少贪官呢下水，是因为妻子爱财啊，情妇爱财啊，为了财为了色啊，自己呢铤而走险啊。所以真正的一个好妻子啊，你看呢，不是成就了他的地狱业，而是成就了他成仙的这个善业，妻子来教化他了，让这个婢女来做试探，所以我们这个女德的确是很重要。那么下面啊，再讲一个，这个是从前有个叫张和思的，担任狱官时，贪赃枉法，滥施酷刑。每次在对囚犯问案的时候，必将所有的刑罚全部都用上，带上枷锁，铐上手铐脚镣，使囚犯非常痛苦。当囚犯看到后，没有不被吓破胆的，大家都称他为生罗刹，生罗刹呀。而他所生的男孩女孩都是带着肉枷锁及肉手铐出生的，而且生下之后就都死了。后来张和思呢也因犯法被杀，就不仅是自己果报不好，而且牵累呢儿女呢也不好。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这都是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每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为政清廉啊，怎么样能够去用自己手中的职位啊，真正的造福百姓啊，而不要为了一己之财啊，也把自己的性命呢都丢掉啊，这是很不值的。其实这些呢，最关键的就是说没有认清楚一点啊，要知道我们命里的财呀，真的是该有它就有，不该有呢，你怎么折腾都没有。我们真正认清楚这一点，你会很安稳的，很放心的，很大胆的去布施。我现在一个月啊，我先生给我的生活费啊，我只留下来1/3啊，剩下2/3呢我是都拿出去啊，我先生也不知道，但是呢我拿出去一部分是每个月都放生啊，放到一个放生团里，跟团长说好啊，每次请他帮我回向公公婆婆和父母啊身体康健啊，也是回向师长啊。那么有一部分钱呢是专门用来啊固定啊来印这个法宝啊，印经布施。还有一部分钱呢拿出来专门呢供养身边的年轻的同学啊，培养年轻的人才。那么它一定是有因就有果啊，你做无畏布施给这个众生呢，给他们生命，你的身体就好。你做法布施，你一定会得智慧。你培养，你现在愿意培养这些年轻人，你的孩子，你的儿女，就一定会有人愿意培养他，而且因果它都是相应的，啊，如果你全部拿来自己啊来用啊，那你就完了，你这自私自利呢，你就不会得到任何好的果报。而且呢，我们在生活中要明白，你越布施越有，舍得舍得，啊，当你把你不善的业。我最开始在刚学佛的时候，30岁的时候开始布施，真的是怎么布施没有回来的，我那阵一开始有点郁闷，怎么倾尽所有啊？我在早年刚学佛的时候，拿了很多钱，在西藏建了一个，那阵有一个上师来找我，他说他们那个地方甘孜的地方很穷。有大概50-60个藏族的小朋友，没有地方学习，那么希望呢能够
啊，建一个很简易的啊三层楼啊，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银行卡里的钱全部给他了。然后我说你去盖一个楼，包括把那个佛像，我记得是文殊像，都给他文殊菩萨像都请好，啊，然后桌椅板凳都买好，他们就不用在啊露天呢，在大帐篷里头去学习，啊，就那么做，倾尽所有做，感觉没有什么效果，那阵还不是很明白，啊，后来知道是因为你有这个盗窃的因，所以呢你在初始行布施的时候。你只是在酬偿恶业的债，你债还没还完呢，你怎么能期望还能得到呢？真正当你还完之后，一定是舍就有得的。我移民香港的账户从来没问过，一年我都不问这个股票涨得怎么样。前两天啊，那个银行的经理给我打电话，啊，我先生就说，好多人做这个投资啊，投资移民他都会。大幅度的股票账户都会亏损，我的没有，年年稳步增长，赚了很多钱，因为我这个钱不能动，一定是几年之后我才可以动，因为我就曾经发过愿，所有能够赚到的钱全部我要能动的那一天都不施出去，绝对不会给自己用一分，所以我们相信呢，你真正相信这一生你什么都带不走，你会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布施出去，不仅是钱财了，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啊，你肯布施自己的时间，肯布施自己的才华，肯布施自己的精力，肯布施自己的一切，你的到最终的果报一定是最殊胜的，所以菩萨行就是从布施开始，如果不肯布施，其实是压根还没有走入大乘菩萨的这个门，还没有开始学佛，学佛是要舍掉自己为他人，还没有舍掉，还只是自私自利，连世间法的善都达不到，不用说出世间法了。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的确是，很有感触。那么，我们对于感应篇的学习呢，大家要引起相当的重视，因为感应篇虽然文字比较的简短，但是呢它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不要有一点点的贪念和贪心，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真正佛弟子没有接受佛戒，没有得到戒体的时候，你犯这个盗戒，尤其是盗戒是很容易犯的，自己不知道，像我们以前没有真正受戒得戒体的时候也不知道，那戒体呢它有防非止恶的功能，会自动你就会知道，哇，这件事情犯盗戒了。所以弘一大师当时劝很多在家居士轻易不要受这个盗戒，一不小心就犯盗戒了。为什么呢？就是无始劫来我们那个贪念太重，你都贪习惯了，所以不由自主的就会贪人家的便宜，那这是我们要学习到的一点知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下周呢有时间我们继续学习，感恩大家。